上个视频吃的三文鱼给我整的你不知道咋的了，我以前吃辣根没辣这德行啊，给我辣的上不来气儿了。有点偷懒了。嗯，我初步定在礼拜一给大家直播，也就是后天，后天具体什么时间应该是晚上，就是6-7点钟那个样。前两天说减肥呢，说减一个礼拜，结果不减还好，越减越肥，天天喝酒，天天喝酒。早晨起来的时候记得减肥，晚上就忘了。早上起来不吃饭，晚上就吃老多东西。喜欢吃香辣的那种酱香香辣的那种口味可以去下单。99.2斤啊，大宝贝们，哎呦，我还出去喝酒。